过去的15年里，我飞行在世界各地，捕捉我们星球上令人炫目的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美。每当乘坐航班回到祖国的领空时，我都特别渴望能够航拍这片天空下的美丽。2020年9月，我终于梦想成真，开始航拍我们美丽的祖国。我飞越了整个横断山脉，这是我最热爱的天空，在它的下面有我最热爱的一切。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深挚的情感，叫我和我的祖国。歌唱每一座高